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2马来西亚地区，获提名最喜爱 TVB 男主角，郭晋安回归。你系咪帮你妈家铺头做宣传啊？你唔问过我，以后一个二个都唔准再提起呢件事。一定会将粤德居嘅招牌争翻翻嚟。试问点会有人放弃自己个家噶？系咪啊？发挥想象力，展现超能力，立即投票投选你嘅最爱啦！